博士你好，喂，周末奇谈，今日有啲咩言情冷门嘢？原本系讲啲聊斋嗰啲嘅，人鬼恋啊。而家有新嘢咧，突发事件你都知啦，有单嘢啊，震动嗰个京城啊。系，我知道。高麗心，係高麗心，高麗心，高麗戀呢單嘢好神奇嘅，而家就呢個張高麗我哋同埋一個運動員，之前係運動員，網球手嚟，係啊係啊係啊，都攞過冠軍，係啊攞過冠軍，譚穗啊嘛叫做，我哋都睇睇睇睇資料嘅，睇網上資料睇嗰啲。嗰啲街頭巷尾，咁我就 confirm 一下，打電話俾內地啲朋友，嗯，但冇人敢跟進講。內地有呢個消息新聞咩？有，哦，大佬而家啲好多人翻牆啊嘛，咁咧喺而家咧要首先聲明下啦，我哋就唔可以當係真嘅嚟講，嗯，一對人唔公道，嗯，張高麗又冇出嚟講乜嘢啊？發表個態度，你個彭帥又未咗水，嗯，咁有冇人話去補充一個彭帥嘅人物出嚟咧？嗯，而家未經證實嘅，嗯，咁大家都係靠嘅，嗯，但我睇佢網上嗰啲留言寫啲嘢咧，係小學生程度嘅啫，嗯，係因為彭帥唔應該寫得咁簡陋咯，嗰啲佢。可以遣詞用字啊，係好幼稚嘅寫法嚟。佢寫緊小説啫嘛。佢又唔係有小小説，你都有啲文采噶嘛。佢就乜都冇。啊。所以就我哋喺呢方面咧，就要對人公道。係，有咩事你關心俾我？一啲唔經證實嘅嘢啦，呢啲係。咁我哋咧就係唔講呢個張高麗佢發生咗嘅情節嘅古仔。嗯。但咧就講嗰、那個紅旗下的情傷的事，即是說在五星旗之下發生的事，就不是今天。嗯。我未講之前講少少價值觀啊。嗯。假設佢呢單嘢係真嘅話，假設啫。咁呢個彭小姐咧就違反曬整個遊戲嘅規則。所以點解喺日本嗰時嗰藝伎得到天皇嘅尊重咧？嗯，佢哋搞政變、搞政治喺借藝伎嘅場所開會咧，佢個藝伎新人永遠唔會洩漏到有咩人嚟到我度，嗯，更加唔會講話我同邊個男人有關係，嗯，直情係擺咗落個黑棺材嗰度，嗯，永不見光嘅。嗯，所以我哋喺嗰個上面要睇，假設佢呢件事係真嘅話咧，有幾個可能。佢啱啱喺呢個六中全會之前掟出嚟，就涉及嗰個中國共產黨內部嘅權力鬥爭，有對手掟啲嘢出嚟抹黑。但我而家抹黑咧，最慘我哋證實唔到係咪真啊嘛。嗯。好似市你市場炒到咁 hit 喎，連日本仔嗰啲傳媒都炒埋，外國嗰啲傳媒都喺度周圍炒埋。因為張高麗係常委嚟噶嘛，七常委，即係國家啲各級嘅高幹。好啦，如果佢真係假設佢係呢件事係有發生過，而呢個女仔咁樣走出嚟咧，就好撚大鑊嘅。佢會冇命嘅，喺正常之下。但好啦，但而家佢可以，究竟而家仲有冇人保護緊佢咧？或者對手夾佢出嚟，又會爆咧？嚟要嚟針對個政敵咧？拿到個政治的籌碼呢，這個大家又是不知道。
如果是的話，他就真的很無奈，即是他不想爆的，焗住被人夾出來呢，要做籌碼。咁啊，某方面咧，要借你張高麗嘅人頭一用，要嚟震攝其他嗰啲旁觀者。佢當年佢張高麗係根光集民出身，同埋張德江啊、羅文山嗰一堆派系，即係大家睇報紙睇到中國民報，成日都權力鬥爭噶嘛。即係個派系咧就寫到由江澤民啊、曾慶紅啊。就跟呢個習近平而家呢一堆習家軍鬥爭啊嘛，街頭一賣街尾一報道啦，呢啲八卦新聞係嘛？但你唔係中國啦，就算你美國都鬥爭啦，民主黨共和黨咪鬥爭咯，台灣咪國民黨同民進黨又鬥爭咯，有人嘅地方有鬥爭噶啦，係嘛？係又唔需要放大嚟睇個世界。如果你話佢唔係俾人夾住而去爆，係自己爆嘅話咧，就係好奇怪嘅。因為點解咧？佢個遊戲規則咧就話喺中國咧，每一個階層嘅幹部配給俾你揀唔同嘅女人嘅。嗯。譬如話，如果佢張高麗呢啲級數要常委級咧，佢係揀呢啲國寶級嘅女人。乾淨企理，冇人鬥過嘛！運動員出身，你明我意思啊？嗯。好啦，但係你啲咁嘅運動員出身嘅靚妹咧，又要揾個有靠山嘅人笨嘅喎，因為你好難有到專人訓練你嘅喎，佢特別安排，我點解特別要照顧你啫？所以佢哋去到某個程度咧，去到邊一級官員咧，就呢啲咁嘅。游泳健將啊，籃球健將啊，網球健將咧，健將靚女咧，嗱，我哋下一次下個月有個聚會，有好多領導人出席嘅，你哋邊個興趣去參與，識多一啲領導人，就好啲招呼佢，你自己揀嘅，就冇人逼你嘅。我話指定要你要服侍佢。但多數都不執輸的，多數都不執輸。但有些咧就不會啦，有些譬如除非佢係高幹子女咧，佢就不需要啦。因為我自己屋企都有靠山，我不需要再找多個男人做靠山，你明唔明啊？嗰啲就唔使嘅。但係如果唔係咧，你會自動波。咁去到嗰場合，哇！我中意嗰條張高麗唔係咁老啦，咁你咪自己埋位咯。埋到位，佢又唔會黑過你啦。佢有權有勢，咁啊交代下邊睇位啲人，譬如呢條女我認咗頭啦，下邊咧自然識睇風頭咁啊。大陸嗰做幹部最叻睇風頭噶，咁啊自然咧就會安排俾佢優惠啲啊，有間靚屋住啊，係嘛？又話車揸啊，又搞到佢又佢又好有潛質啊，我揾啲特別教練去栽培佢啊。製造俾佢攞一啲冠軍啊，咁樣樣搞出嚟。咁呢個咧就真係完全你情我願，係完全你情我願。好啊，而家你情我願之下，你咁樣爆出嚟咧，就好大鑊嘅。雖然話係公開嘅秘密，但都唔好聽噶嘛。等於而家我哋香港點解最近有啲法院、法庭嗰啲法官咁聽話咧？就係有一啲女法官俾人捉緊都痛腳啊嘛。嗯。同以前嗰啲咩打首席咩法官咩成班埋一堆啊嘛，咪點解突然間咁聽話嘅？嗯。有啲係搞基，有啲係男女關係咁嚟俾人捉緊住痛，咁咪聽話。全世界都是咁樣，唔係淨係香港。除非你很老江湖的人，有師承交代過你，你要搞女人咧，一定不搞你自己圈內的人。嗯。要就係澳門啦，咁多 model 啊，咁多烏克蘭靚女嚟跳舞，三幾千元搞完咩手尾舞？
你中意咪搞多幾錢咯，包埋過夜得，最緊要俾錢。嗯。咁你男人你要追求美色，得到喺手咧，你對住一個禮拜就厭㗎啦。老婆就焗住冇得厭嘅啫，我話俾你聽，因為太多新嘢啊嘛，係嘛？冇得都有得厭㗎，可以離婚㗎。而家啲離婚好易㗎。不是你離婚那個另外一件事，那你離婚跟這個第二次又再見到那個你又離婚又這樣是不停離是啊，而且、你做官場的人你經常離婚搞這些事情又不好聽，又升不到官嘛，所以就通常都不用了。好了，見到他的潛規則就分好微細的，到你再落一兩線那些官呢就認識了電視主播了，那些什麼什麼電視花了，是啊是啊，那些薄熙來那些就認識明星了，是是是，但是其實最差的，現在明星全部殘曬了嘛，副機器啊，今天經紀那個馬老手，他由電影學院出來過關斬將，再搞導演、搞成、搞編劇、搞製片公司老闆應酬過曬，咁屌你成龍都話執劑，咁屌你咪點搞？係嘛？點解呢啲咧有身份嘅高級幹部唔搞嘅，即係覺得似，所以佢咪搞呢啲咁嘅運動杯咯，啲運動員咯，清純啊嘛，啱唔啱？嗯。呢、這個和紅旗下嘅別戀。別三個別些個別，即係我咧古拜嘅戀情嚟嘅。嗯。但大家都知道嘅，公開嘅，冇人講閒話，因為個都係咁嘅，有規有矩嘅。特別喺共產主義嘅時間搞革命嘅日本社會主義，係女人搞男人㗎，你唔好搞錯。因為可以多啲好處。唔係佢都需要噶嘛。如果講性欲需要咧，女人仲犀利過男人噶，知唔知啊？佢都係都需要噶嘛。同埋佢哋嗰啲搞嗰啲咁前衞嘅左派思想啊、前進嘅咧，佢為咗表示自己前進，所以見到睇翻毛澤東嗰啲記錄，好多女人噶，蔣介石又有，孫中山仲多啦。但如果是女的黨員就，因為佢呢個彭帥都係女黨員嚟，一定唔會講。但如果女高官咧，女高官咪搞嗰啲下屬咯，拉過幾個啦。你嗰啲下級嗰啲新政又拉過幾個省市嗰啲高官都拉過啦。有啲真係佢個性慾強噶嘛，佢又中意搞小鮮肉啊嘛。嚇！咪佢係人性嚟㗎。同埋喺佢呢啲咁嘅黨嘅架構咧，冇咩道德標準嘅咧，佢就係好任性噶啦。咁同埋佢又冇強迫你喎，你嗰啲男幹部又自動獻身嘅喎。你獻完身之後，咁你又升官喎，有啲好啲嘅油水位坐咁樣嘅。係，各取所需。就算你香港以前都係噶做官。咁係。警察部仲多啦。係啊係啊，都有聽過。你唔俾我警察插，你點升級啊？你要嘥命嘅。畢唔到業添啊！喺學校喺建習，咪講少話做一粒花嗰啲入去做建習方法，喺畢唔到業啊！係你自動獻身嘅，即係你自己揀一個中意嘅，即係揾個人玩埋法。咁佢認咗頭之後咧，咁佢俾到啲兄弟幫你啊，關照我，關照你咩，自動識得俾你 pass 㗎啦。呢個係好正常嘅遊戲嚟嘅，就冇咁撚大驚小怪。咁而家咧就呢個張高麗唔好彩啦，炒喺度講，但佢冇出嚟講嘅。嗯。但我又奇怪，如果佢唔係嘅話，佢應該會出嚟澄清。嗯。我如果係咧，佢更加要澄清喎，因為佢有一個好強嘅理由澄清喎。佢冇仔冇女啊嘛，話佢老婆康傑咧冇得生噶嘛。嗯。咁同埋佢嗰個彭帥自己講咧，話佢 call 佢去翻屋企咧係佢老婆。在門口跟他把關，等他老公搞他的嘛。哦，這樣。就不是第一次的嘛，是七八年前已經是有了關係的嘛。哦。再過回頭就變回家。他老婆都知道的。他
佢老婆同佢睇水啊。哦。佢老婆叫佢翻去陪佢老公啊嘛。哦。咁如果你去到而家嗰樣爆炸幕，佢張高麗嘅老婆嗰一出嚟噶，最強力噶。如果彭小姐唔係俾人要挟嚟督佢老公背脊，係佢自己爆嘅話咧，就可以做嗰個動作嘅。如果佢俾人要挟咗嚟，為咗權力鬥爭督佢背脊咧，咁就值得原諒啦。係你對方嘅政敵，利用你呢啲咁嘅唔光彩嘢嚟督你背脊，咁你將高麗食得鹹睇得好啦，冇計啦，你只有怪自己大意。但係嗰一條女自己爆，彭信自己爆咧，佢老婆出嚟要講嘢，一講嘢咧就咩事都冇。我當日我叫我老公，我係同佢安排揾呢個女人，揾阿彭小姐咧借個肚，同我老公生仔，俾錢嘅。但好不幸咧，我老公同佢入房一搞嘢咧，就佢有暴味，頂唔順，搞到不舉。嗰冇發生關係，我哋都有俾錢。但今時今日都行翻出嚟咧，咁就唔係好道德啦。咁啊夠噶啦，知唔知啊？佢呢單嘢係交易，唔係性交易，係借種借土，借呢個兩個土生仔，係有收錢嘅呢個女人。但呢個女人咧收咗錢咧都冇搞到嘢喎。因為佢有異味，變咗老公搞到不舉，都照俾錢幾大方。跟住有朝暗朝又呢個臭雞，起唔到快，咁倒打佢一把咯。佢一講咧就冇事噶咯喎。但佢張高麗又冇攞出嚟咁講，咁樣講真係冇事。因為你唔係新鮮嘢嘛，以前嘅嘢炒翻出嚟鹹魚翻身。借土是最好的了，借土即是我不是说背弃我老婆，是我老婆安排的。因为逢男女关系呢，你有老婆，那老婆出来一把关话她同意呢，你就没人说闲话就回来了。那是我叫我老公搞嘛。我老婆初初时车到我中国城的嘛。喂，你約咗啲 friend 啊，我車你啦，咁屌你吹啊，放蛇咬，老鳳啊嘛，大佬打揸住我金牌領戰，係咪啊？屌你鳳子叫雞啊，屌你！有啲女人真係我見好多阿嫂都係噶，佢自己有咗身紀，就唔適宜同老公行房，佢真係車嗰啲朋友嚟同我一齊玩噶。我得噶啦，我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逼佢帶袋噶啦，佢唔會惹啲嘢翻。啲女人咧就最怕你真係惹啲性病俾佢啊嘛，衞生問題，衞生問題。我得噶啦，嫂，我乜都冇，我袋實有避孕套嘅，我就叫你老公帶住噶啦，你頂啦，好嗎？聲大大咯，屌你！啲反嚟咁樣啲，啲男人唔搞嘅喎。哦。好神奇喎。哦。大家女士聽清楚啊，點解咁咧？有反效果咧？真係好神奇喎。你咁樣車佢去嚟到好似大富豪，我真係試過幾次，條衰仔連帶兩出街都唔帶喎，我都唔好啦，翻條老婆好過啦啫，真係好神奇喎！佢有種無形壓力，即係覺得，誒我老婆對自己唔好，唔大方，定係覺得啊，我老婆都唔 care 我嘅嗬，都唔係啊，反為佢呢個仲犀利。我自己親歷其境嘅啲 friend 就好多個咧，都係老婆叫佢翻嚟。咁條衰仔佢唔會自己轉頭一個人去咧，唔想俾我知咧，因為佢知道我知啊嘛。邊個佢老婆問我咁咪撲街，佢又知道有搞咯。佢話因為佢單條獨到，就唔喺同我呢個時間話佢老婆。但係都領證牌咯，領證牌佢翻嚟唔制，佢自己鬼鬼祟祟呢個唔出奇。但以前咧，我仲有一個記得，有一個姓吳嘅師奶咧，後屘有冇做過警司我唔知啊。姓吳嘅，我老婆仲緊厲害，佢知老公咧包佢條女租一層樓，佢自己阿吳太咧
朝頭早自己揸架車去到佢喺度住嗰地方，帶埋桶水去同佢老公抹車。我老母個老公帶條女喺樓下行落嚟，見到老婆都抹緊佢架車，幾撚戇鳩啊！啊早晨啊，吳生，屌你啊你！跟住啊，佢老婆攞翻桶水啊，走啦咁樣。啲紅女喺度戇鳩鳩啦，我咧到個老公屌你啊，我真係好撚尷尬。翻屋企唔知講緊咩好，巴唔巴閉女人？都幾～即係唔知佢翻屋企會點啦，但係嗰一刻嘅情商都幾高嗰個。係啊，即係嗰一刻又唔會打人啦，又唔會發癲啦。佢淨係話：，但早上啊，吳先生，佢同你抹你架車。都幾高，你條女自己落嚟，咁啊一個啦，另一個咧就唔知你乜撚喺睇呢度住。啊！我單係仲古怪。啊！佢咧等啲仔女瞓咗覺，啊，先至去過拉度小三度。係。佢老婆知道有小三。啊！好啦，朝頭早咧，佢就六點零七咁翻嚟，就喺度梳洗，佢啲仔都起身咧，就見到老豆喺度梳洗，所以成日咧都唔知道老豆唔喺屋企瞓嘅。係係係，住唔住咧？啊，咁樓下俾仔女留下一個好印象啊嘛。係啦，好啦，你仲有一單咧？咁個老婆係仲有一單唔出聲喎，唔出聲。好啦，有一單咧喺何文田警官宿舍住嘅嗰單咧就結啲啦。佢老婆又係唔鬧你，又唔嗌交。嗯。總之咧，你唔翻嚟屋企食飯咧，佢就唔肯開飯。哦，我撚女仔都冇飯食，屌你冇。咁細路仔受罪喎。咪戇鳩鳩，佢咪等啲細路仔都冇飯食咯。佢真係好到佢老公，佢老公又係做高級鋼板咁啊，俾佢翻屋企，翻屋企啦。咪即係治佢咯。佢又唔肯同你嗌交，我哋一定要等埋爸爸先食飯啊！屌你啊，咩放冇家？啊！大哥。啲差婆好撚多嘢諗出嚟，好撚多屎計嘅，係咪古怪咧？但係你話大個先生，誒、哎、你出去玩啦，出去玩啦，咁樣慫恿佢，我都唔知有幾多人做得出喎。即係今時今日，大家面對呢啲唔係佢有心機，佢就覺得你唔俾佢，佢因為佢覺得你俾錢咧就冇感情嘅，就唔會黐身嘅，當馬嘅啫。我直情話我唔帶你，我唔俾你去咧，你都自己會去嘅。不如我兩個大大方我車你去揾阿郭生啦。如果你係揾古幣，好啦，你講翻大陸呢啲嘅行情咧，就大家喺國內做工作知噶啦，唔係啲幹部屈啲女人噶，多數啲女人埋身噶，同埋俾唔少錢噶，因為嗰啲幹部揾到錢啊嘛。貪污腐敗嘛，好多女人富貴㗎喺大陸，嗯，又買樓又剩，都聽到好多嘅，好巴閉，好巴閉，改變曬生活㗎，改變曬，佢哋真係富貴㗎，因為佢哋嗰啲冤枉錢容易揾啊嘛，碌架都話揾一二千萬、三幾千萬，咁俾三幾百萬你買通老命啫，你明唔明先啊？時代完全唔同㗎，所以同以前完全唔同㗎，所以你就係話。我哋睇個世界嘅定義，呢啲係好小事嚟，唔好大驚小怪。但當然啦，張高麗佢而家有冇出嚟澄清？佢當年咧又唔知佢點樣去照顧呢個女人啦。咁呢個女人搞到今時今日咧，咁樣咧就喺坊間叫做醜聞啦。但如果你做到咁高嘅官咧，應該會有好多防火牆。佢冇做防火牆，係嘛？你做冇做防火牆，咁咪失敗咯。好，係咁先。好，唔該曬。